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刚刚 AJ 的成绩。324分，这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分数中最高的这一组了。接下来我们张子豪，你猜谁赢了？我不敢猜。哦，不敢看了，不敢看了，看，快看，必须看。自己对于说唱的竞技性的理解就在这个里面了，我把我擅长的东西拿出来，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比赛里存活下来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啊！我也希望他这样强劲的对手去激发我，然后让我有更好的表现，然后我可以去战胜他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包括他的歌里面有很多细节的处理是比较妙的一些东西。这首歌我觉得它的完整度上应该是最好的。张子豪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惊喜的，因为他编排的那些动作还有那几个腔调挺抓心的。I Got Win 这首歌获得了318票，一共只相差了6票。哇！哇！首先让我们恭喜 AJ。哇！我们太幸福了。加油！我就是。实在话，我相信我跟魏子都一样，其实这个月压力挺大的，而且我们两个才刚结束一场战斗，然后马上又再一次，其实我跟魏子的关系变得很复杂，然后我自己这中间就是反正就想很多。那其实到最后一刻呢，我只希望我跟魏子在这个台上我们都不要留下遗憾。对，然后我也很谢谢你，就是在我想要谢谢魏子，你在这个比赛里面真的带给我很多的启发跟能量，然后我很荣幸我可以在说唱听我的二里面然后跟你有两次的对决。让我们恭喜 AJ 可以回到胡彦斌的身边，加油加油，移动度得起来，拍起来。赖宇哲将继续与胡彦斌组成双子星搭档。走，接下来子豪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？其实没有什么遗憾的，我几乎要离开这个舞台了，然后 AJ 把这个机会给到我，我还是选择接受下来，留在这个舞台上，尊重我最后一次的舞台，尊重我每一首的作品。至今为止，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，我在这个舞台上面留下的每一首歌，在我心里都是过关的，我都有很努力的在去练。那输了就是输了，回去呢那就是好好提升自己的音乐，好好提升自己的舞台，然后磨练自己。唯一的遗憾，我和胡彦斌老师一起准备的下一轮的 Leave Me Alone 那首歌想唱，但是可能没机会。我真的很喜欢那首歌，我相信如果唱了你们肯定会喜欢的，我一定能比 AJ 写得好那首歌。是这样子吗？再次发起挑战，再来一次。